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Geeky Cantonese， 我是 Gabby。 在这一堂我们会学一些普通的词语，我们会将词语分成三个不同的范围，包括第一个是健康生活，第二个是生活环境，和第三个是社交应用。在健康生活里面，我们就会学一些关于我们自己、食物和衣物的词语。手襪眼鏡